Let me down.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冰姐小诺。那今天要做什么呢？今天要来测试一下这个 podcast。哎，讲错了，这是个 podcast。podcast， OK。那好，我们先来讲前言好了。其实为什么我要先讲前言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照片。照片这个图片很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啊。OK， 这是我看到第二张的照片啊，这个人抱着这个华为按了5000次的照片，这是发布在8月12号，大家看得清楚吗 ？OK， 那我给大家再看多一个照片哈。2000 years later。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画质 ，OK， 这个呢我是直接在网上那边看啊，他是讲啊第一个金牌就靠你们了 ，OK， 好，然后就是来按，然后 OK， 大家看好了，这个10只手可以随便按，疯狂按无所谓，要我向那边示范。可是呢，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两个点，等一下我会做一个示范，然后我有一个 example 给大家看。你超过的话就是算你机器人，不算分数 ，OK？ 这样子就是按点名轻松省力，可以 click， 可以下载一个click 的跟 application， 然后我教你们。然后若是有这个问题，就可以 click 下去这个啊，要注意啊，看到吗？有网民啊，就是前端啊设下的 limit 啊，30秒最多只能按800下，超过的话啊不算计算啊，不被列入计算，超过14啊还会呈现红眼状态。认定你们是机器人哈，啊，就加油哈、哦！啊，这个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算是机器人哈。A few moments later， 再下一个这个啊，为什么有一个爆红？这个爆红游戏 Pocket 不是 Pocket 啊，它是一个开嘴巴的猫啊，不是真猫啊，是假猫啊，要搞清楚这个逻辑点好吗？Nice。那它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啊，为国家争取，知道吗？为国家及国家争取拿下金牌啊！现在已经台湾已经领先，现在是泰国领先了。OK，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按手机的方式，好不好？来，我们示范一下。OK， 这是我的华为 Nova 7i 的手机啊。OK， 非常简单，我用一个手指按100下，看看手会不会酸。哇，不够力哦，手酸。我按5个手指看看啊，5个手指啊，确实快很多哈、哦。还有一个办法，我给大家看一下子，我要换屏幕。保护我的手机，不好意思，给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哈。Later。我用的是个 app 是 auto click 的，来给大家看，就是 auto click 啊，可以去 Google Play， 或是华为没有这个Google Play 的话，你可以去它的另外一个网站，可以去下载，或上网可以下载到这个 auto click。OK， 好，非常的简单，按开启，啊，这个出现的这个点，你看到吗？大家看到吗？这个点。OK， 好，然后。哇，过去刚才的这个页面，好，然后就是按 play， 就会慢慢的开始，但是要注意哦，不可以超过800下，30秒内，然后变红色点，这个还好一点，这个不会那么快，到2500哈，好了，差不多了，好，时间到，不要再按了。我们来讲一下电脑的方面 ，OK， 电脑的话，比方说，你们像我也是一样的道理，用自己的电脑也是随便按一个够力，按一个惨，我跟你讲，真的是惨，确实惨，我没有跟你开玩笑，真的，我不跟你开玩笑，来啊，开了哈，然后 innovate， 哎，啊哈，哦，
看到了。好，大家看到了这个荧幕。好，那我呢就随便按一下，用一个手指按100下，100下啊。按到4700，好，按了到了4700。好，我们再来做一个 function， 用随便按到5000出来，5000 ，OK， 来 start， 随便拿、啊、随便按，这个键盘迟早都坏掉啊，确实，也给我自己按到坏掉好了，差不多，啊，到了。好，接下来更好的一个方式教会给大家，就是按 F12， 哎，没有啊，好了，按 F12 过后，我会 capture 那个 code 给大家，我 capture 那个 code 给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啊。一个字，绝。只是要注意的是哦，会有出现红色的啦，然后。若是出现红色怎么办？我会给大家一个小方案，给我一点时间。好，来 ，OK， 好，我就 Control V， 好，然后就按 Start。你看到吗？这样子出现 ，OK， 什么问题出现了？给大家看，没关系，这个没关系，来，自己来，会出现红点，信我。哦，确实要关掉这个了，没关系，这点关掉，给它出现红点点，烦死了，嗯、好了，不等了，啊，时间有限，好，我们用另外一个模式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版本大家应该知晓，消掉勾力怎么办？哎呦，270多钱了，勾力哦，没有关系，好，哎，没有削到勾力，哇，没有削到勾力。好，没关系，我们看一下这个版本，看有没有这个方向拍谁啊？刚才，因为你刚才没看到，我也不晓得这个存在。好，不要跑，不要跑先，跑到它断，好，出现红色出来。哦，又没有学到这个指令。哦，好，学到了。它出现红色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啊，这个就丢啊，那后面就开始不会计算那个分数，对。哦，我关一下mode，很吵。好，假如说还没有出现的话，按 F5。哦，还没有出现，哦，这样子也蛮不错的，我幸运了。OK， 好，假如说出现问题的话，大家看一下啊 ，click 这个 ，click setting 设置，OK， 好，我再重复一下啊 ，repeat 一下子啊 ，click 这个 ，click 设置，到这边写 clear， 消业啊 ，click 这个。然后 click last hour 或者是24小时内的 history， 还有 cookies， 还有这些就 clear 掉就可以了。OK， 因为我这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啊，就这样子先 click 下去就可以了。然后我刚才 copy 的 link，copy 掉它，继续跑。好，好，我看很吵，我看到1万线 stop 了。好，那刚才画质怎么说？
这一个刚才没有出问题，奇怪，该明明出问题的。来来来，我们试试看多一次哈。啊，我试了过后，然后录给大家看。我宣布，刚才的那个视频是我的疏忽，所以这样，应该是没有等到这样咯，所以说，它会出现红色那个照片，我会放那个照片给大家看，这样那个照片，然后就这样子做一下 setting， 然后可以 search， 右边不见掉了，好，一下子啊，给我一点时间，minor setting。好嘞，好 setting， 然后 search 啊 clear， 然后 click 这个，然后 click clear 就可以了，一个小时啦 ，OK， 二十四小时的话就给24小时了。那啊，今天这个视频先这样先 ，OK， 那我的那个 podcast 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就是你们不要点。你们不要点赞，不要分享，无所谓，最关键帮我按 subscribe 一下啦，大家帮忙，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